机电保护作为我市的支柱产业，始终处于国内领跑水平。近两年来，随着中天电器等高新技术企业陆续入驻我市，我市机电保护业形成了由过去一级向多级化发展的新格局。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中天电器变压器分公司的整装车间。在我身旁呢，大家可以看到这台变压器是由该公司新研制出来的节能环保的一向整流变频变压器。这台由中天电器自主研发的变压器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了13项专利。河南中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是全市20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之一，于2008年6月入驻东城区南工业集聚区。日前，中天电器已拥有国家专利16项、电工绝缘材料10大系列120多个品种产品生产能力，并承担了国家火炬计划项目、绝缘复合材料、电工层压木、油浸式变压器等4条生产线，已完成安装、调试和试生产。同时，中天电器采用杜邦技术主导开发的干式变压器、欧美式箱式变压器、防爆矿用变压器等变压器装备项目，还被列入多项省市攻关计划项目重点科技项目。作为国家6大绝缘材料生产基地之一，中天电器积极与国内外高等学府科研单位联姻，承办了许昌市绝缘工程技术研发中心，生产加工技术工艺和产品质量在国内同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产品出口到俄罗斯、美国等发达国家。据了解，今年年底中天电器1期项目工程将全部完工。2011年6月，2期工程建设完成后，中天电器将达到年产3000台变压器、3000吨电工复合材料、5000件复合绝缘子的生产规模，年产值达3.8亿元，利税8000万元。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我们按照企业服务年和项目建设年的要求，积极为企业服务，使这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从而确保工业经济快速的增长。截至目前，已入驻工业园区企业达到35家，总投资49亿元，已完成投资39亿元。许昌台记者报道。